公立敌台平金马，香港败血，血癌困脸。48岁金马影后候选人巩俐今晚抵达台湾，为周六登场的金马奖做准备。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么多年没有来了，也没有带作品来，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。以前没有机会啊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不管是谁得的奖，我觉得我们所有女演员都是值得拥有的。我不愿意让她在我家，你让她出去。巩俐从影多年，却是首度入围金马。金马奖公布她日前受访影片，拿着小金马奖座，有情有默，可见有多开心。很兴奋，拍电影这么多年了，就是这种兴奋感，很浓。不能介绍太多，因为我要竞赛。这回抵台气色一级棒，相较之下，她之前在香港被拍到。姐姐怎么面有菜色？还记得她日前这么说：我很喜欢睡觉，我睡觉的时间一定要超过10个小时啊！想必这天没睡满10小时吧？但她仍燃烧剩余的血条，开启血拼模式。巩俐毛起来试穿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哦，绝对领域出现了，大腿好美啊！最后打包了好几双鞋子回家，可惜能量燃烧完又恢复某困霸的状态。苹果与浪赖这天的时尚，哎，有点难懂，哎，报道。